要无事情，你是他家何人？客官呐、来财商，本当相亲相认，怎奈我离家已久，不知他的真谢如何。看这桑园之中，并无人来往，我不免调戏他一番。我就是这个。旨意了，有劳客官带来诗信，本当亲至寒舍奉茶，怎奈房屋自小，难以宽待，请将诗信交我，待等丈夫回来，定当登门叩谢。这倒无妨，阿大嫂，本人有一言，不知当讲不当讲。客官有话请讲。大嫂，哇！
消息半日，并无半点春心。哎呀，这别日何时好啊？有了，我身旁有马蹄金一锭，我愿再去试探他一番。啊，大嫂，我这里有马蹄金一锭，送与大嫂，只求片刻之欢。大嫂，你看如何啊？走。啊，放下，放下。
前来下诗的，就该问他要诗信的才是啊。西府一层向他要诗信，不想拿走他。哎呀婆婆，媳妇若是一从一他，也不会来见婆婆的了。你哭，后面安排茶饭去吧。是。狂童啊！辛苦不必拜了，焉有不拜之礼。啊，母亲，孩儿在外为官，少奉甘旨，母亲是何罪？我儿不必拜了，一旁坐下。谢母亲。儿啊，你看些什么啊？母亲，孩儿回得家来，怎么不见
你那儿媳她往哪里去了啊？是才才上江江回来，现在后面与我收拾茶饭，待我将她还回来。不听，不要还她，不要还她，不要还她，不还，不要还她。哎呀，糟了，糟了啊！回来了啊！我丈夫做官回来了，回来了。贵人在哪里？贵人在哪里？贵人在，官人在这里啊！你那儿媳她往后面自进去